OK，现在来到 99 Ranch Market，基本上应该是卖中国食物的，可是这个是比较小的，真正主要比较大的在离中国城，然后再继续往下走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我就选择这个比较近的。看来应该是这个没错。对啊，是这个没错。这个也有，这个应该有中国味了。还有我小时候那个炸后点的味道。对，炸后点的味道。中国味，然后这里罐头类的。越南花生都是爱滋味的，你看到爱滋味，懂的。哎，真的是味那个什么，另外一个味全爱滋味，跟总是长得一样，蓝色背景，然后再放着一碗汤。这个真的是。对啊，就是这这个些。真的是台湾的大帽，问到敷衍了。好怀念有看到，我才说真正的那个才是家里的那种面筋啊，土豆面筋啊。好好想哦，那就买一罐了。就买啊。好啊。啊，我一片啊，爱吃肉一片。对啊。得咸味。那个罐头火腿。餐肉，对，那就有看这切鱼的，那个他们切完你就要给小费。不过我们没有要做蒸鱼料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在其中一道吧，然后你要找葱抓饼也在其中一道，葱油饼。美国中国超市。你不是要香酥葱抓饼吗？对啊，那里啊。所以我说是圆的那个，不是？这是圆的。哦，我们吃的是那个吗？不是啊，我们是意美那个。对啊。我们是上面意美这个，上面。葱油饼。葱抓饼是比较厚的。葱抓饼就可以用乱乱的，我还挺喜欢乱乱的那种。这里就应该会有所谓冷冻的水煎包了，像肉包、叉烧包什么的。哎，小笼包，小笼汤包，都是意美还那就很好啊，不是吗？你不是很喜欢最喜欢意美了？然后 Haagen Dazs，一样贵，要便宜一点，可能因为在这里买吧，要去美国超市。然后科尔必斯，好吃。茉莉茶园，冷泡茶。主要亚洲食品进口，所以我觉得价格应该都不会差多少。除了促销的话，或是快卖过期了。需要什么新鲜蔬果？小黄瓜吗？不用。不用。还是黄萝卜你喜欢的，最讨厌红萝卜，你不知道？可以啊。南瓜，冬瓜，冬瓜，西瓜啊。上面写冬瓜，然后一颗9毛9。西瓜跟上面写的。台湾丝瓜。台湾 squash，啊，有啊，荔枝。对，还是一列一列这样走的，好像一直绕回来。对啊，台啤。那台啤耶。没有。那可以买吗？有没有想家的感觉？那这种是可以买吗？可你不能喝啊。为什么台湾18岁就可以？那是台湾的东西啊！你等哎，在这里美国，没有，是美国是说你18岁要喝，要有监护人在这样。哦，可你大姑姑一直会不准这样。对啊，就理他哦，18岁我就喝了。米，你好奇的米，什么？你不要看这些。哦，好，我参观一下。你好像大同小异啊，还小同大异。
会睡眠，对吧？会睡眠。对啊，还有那个鸡，那个鸡蛋面，那个叫什么鸡蛋面了？好的，鸡蛋面是日本的。嗯。就对啊，我说这个、啊、鸡蛋面了。是，对，应该是。上面写了 egg noodles 啊，就用鸡蛋面成的面啊，那这个味道比较香的。就是鸡蛋面。啊，我在想吃。那我再说鸡蛋面。台湾的泡面吗？这应该还不是，这还有其他。有我们这个。我想吃土豆鱼干面。哎，这里没有。会写成这样的应该只有台湾。南投对，是台湾。南投。这个很好吃啊。家乡味。光叫桃桥面，我看到台湾开始进军美国了。太好了，哇，你们好鸡蛋面啊？对啊，这鸡丝面啊。哦，那对啊，跟我说的不一样，我说的鸡蛋面。鸡蛋面，就我刚刚说的。没有没有，日本也有一个真的叫鸡蛋面，就用鸡蛋做面成的面。我不知道鸡蛋面要加什么。水啊。我知道，可是它没有味道。你自己调味啊，你可以去买就调味粉，或者可以去买维力炸酱自己拌。金牌双鸡鸡蛋面，金牌双鸡鸡蛋面，鸡蛋面。啊，然后这个仙草那个仙草蜜罐头，你表哥很喜欢喝那个。我还挺贵，还挺贵的吧。香蕉口味是什么？哦，椰子口味。有原味的。有原味的。哦。有黑麦汁。哦，那个你，我记得你有，你妈有带去学校，两罐还是三罐吧？是，但他不会买红泉。啊？是吗？我记得那时候他帮你带午餐的，不是吗？并不是这种的，因为我没有喝过这种。我记得也是有一个黄色罐头的那种，黄色铝罐。对啊，没有对，价格没有比较便宜啦。好贵啊！对啊，青草茶。嗯。绿茶都有哎，百香绿哦。哦。加，对啊，家乡味。烦呢。两个人就把推车丢在这。因为小时候你们忙就要走过来了。走走走。你需要看这些酱吗？应该不用吧。酱油、导游不用。啊，这些其他的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说不定有东泉。东泉。东泉什么？辣椒酱啊。哦。我不是牛头牌沙茶酱啊！东泉就限定在台中区才有这么好吃的辣椒酱。辣椒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东之前我们去那个啊，去我们家巷口那个面家的辣椒酱就是东泉。是哦。应该说你们家的辣椒酱应该都是东泉。牛头牌沙茶酱。我都要牛头牌啊，阿基斯啊。大罐的要10块钱，那超贵。这里沙茶酱算挺贵的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大罐200，差不多这个价钱。太滋味。哦，那个是叫肉粽，类似肉粽吧？对对对，辣辣的。对。
我说的那个香辣脆应该在这附近的。的香辣脆就是辣辣脆脆的，还挺好吃的东西。啊？加炒面用的。啊，有啦，就这个。这个。你有吃过吗？油辣椒没有。哦。金兰酱油，一枚小泡服务，一枚大泡服务。不是很喜欢逛你那里那家一美店吗？但这里没有卖一美冰淇淋。不一定哦。像以前冰淇淋就真的是10块，然后很大一只这样，然后又好吃。现在比较少看到。现在比较少吃甜食。口味已经老了。小熊饼干。小时候很喜欢吃，或者这个粘的这个东西。Pocky。汽水，然后你喜欢那个气泡水？哇！台湾比较少气泡水，这里北国倒很多。你要买？哎，这里午后时光比较便宜。卡。哇！对，比较便宜。哇！你刚买贵了。你被韩国人骗了。这里的好便宜哦。你要买一罐喝吗？你去台湾很少喝吧？因为台湾很贵啊，要买一瓶。对啊，你可以买一瓶啊。那是什么气泡？气泡水就是水，然后有气泡的。就有气泡的，它没有任何味道。没有，有一种苦味，有一种苦味。就那个，就应该里面加 CO2 的那个味道。那应该是 CO2。对，那个 CO2 的味道。你要可以买。我。这个好像不是。嗯，是吧？这就美国比较有名的，应该比较常看到的。这个是粉还是？你咬咬看啊，很重哎、欸！哎，应该是粉。金沙是12.399。对，就差不多这样价钱。还是 Costco 那个大的很便宜。对啊，这个就是 Costco。哎，雷神巧克力德贤爱，德贤上之前买的那个吧。千云饼，对啊，还有乖乖，还有乖乖啊，花生哦，这个超好，我要吃这个，放屁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都要叫放屁豆，是吃了会放屁吗？是吃豆子会放屁，没错了，是有特别说要这一款，才会放屁，然后你们看到卡丁啊，乖乖什么的。可乐果，洋葱圈，王子面啊，王子面啊，王子面有那么多口味，有啊，就那个是什么肉的啊，培根，拿那个海苔，拿那个原味啊，台湾有，这有一些奇怪的口味都蹦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没有，这个台湾就有，这个没有，好像没看过披萨口味的，没看过，我没有看过这种的，对，我还没看过那个，培根口味有，番茄的，培根口味我有，我这两个我看过，你没看过培根口味？这个有啊，台湾有培根的，啊，手剥是一个披萨味，我是没看过，这个我是真的没看过，对，那真的没看过，结果在这里才有卖，旺旺薯糕，错，旺旺仙贝。我从都不会有什么，我从以前就开始没感觉了。那我觉得很不好吃，因为小时候吃觉得好吃了，长大就还好。哇，我觉得那个咬起来很，小时候我觉得那咬起来很硬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吃了。这是这里的面包房。闻到鸡汤的味道。那里有熟食啊，那里有那个，我说这里有那个蜜汁叉烧的地方，啊，不知道今天卖光了没？海伦仙都斯，是吗？
啊。怎样？啊，这是日本的拍水，拍水，拍水。啊。你认成台湾的牌子啊？因为它是台湾。哎，台湾比较喜欢这个。啊，那个肉吗？蒸笼，那是蒸笼。那个啊？啊？蒸笼啥？那个不是蒸。对啊，是蒸笼啊！你那个包一定是冷冻的、啊。那个包怎么放啊？有那么突兀吗？说这里名叫餐区，居然放一个小笼包。欺骗消费者。好、啊，今天没有适合养乐多的。好、啊，他好像食物已经。他食物卖光，他也没有蜜汁叉烧了。然后我们买那个什么日本炒面吃这个 yakisoba， 这个也太屌了，有层次哦，超级无敌巨无霸型，是吧？啊，我们买，我们在 Costco 买是这种 size， 对、嗯、啊，我们买，对啊，这种胖胖的。啊，我们买家里我们自己做日式炒面，也是在这里买的，有 yakisoba， 啊，好，应该是美丽果的。Made and made， 是美，是美。啊，这个就是可以挤的那种。奶油。鲜奶油。对。牛奶，这里牛奶好贵啊。小菜啊。你要是这个吗？那个是菜。那一样啊。你要是这个吗？现在没有吧。好、啊，一颗120，一颗30。现在这里没有蜜汁叉烧。一颗三十块买不下去。哇，那我拿一个才10块。肉包哎、欸，一个大包呢、欸，大包有12块这样便宜。应该一般是15块吧。因为我记得肉包都还蛮贵的、啊。对啊，15块。对啊，现在便当都几乎卖光了。哇，面包工坊，七千还记得那一年吗？有这里的虎皮蛋糕也贵很多。哦，台湾的都没那么，这 cheesecake 在台湾应该顶多卖2块钱美金的样子。懂吗？就上面这个、哦。再如果我再一次分享这个的话，跟那个大罐的优酪乳。笑，为什么？哦，那时候有折价券呢、啊。对，然后还有折险。对啊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在这里，这家是比较小的，真正大家的在比较市中心那里。以台湾来，这是还蛮多台湾的。嗯。可是我钱在另外给你，我的那个，因为他不是我付钱的，大哥付钱，因为我买的是这样的，所以都不是我。好、啊，我们就这次自己在旁边，然后也不能看，放生表哥。那个果冻条也是好像小时候就吃的吧？那是拿到冰箱冰的那个？好像不是，是吗？这可以拿到冰箱冰的。也是可以的。对啊，我们就喜欢拿到冰箱，比较冰凉。冰了之后拿出来吃比较好吃，就是不是那种煮过的，是那种可以直接咬断的那种。对、哦、啊，那也冰冰的。你应该有看过那种就是挂着然后很大块的那种蜜汁叉烧吧？有啊，就是那种烧腊店的挂在上面。这里也是，可是已经卖完了，所以就没了。今天他们应该要休息了吧？现在都7点半，快8点。快，对，要8点了。然后外面天还是一样暗了，绿暗了。我们10点再去吃。
十点，哦，所以现在要先回家了。因为其实那个就在这附近了。真假的？对啊。不要吃吗？我们都一直在他附近这样徘徊。好吧，那再聊回去的时候顺便吃好了。我们要去吃汉堡。汉堡。什么汉堡？美国大汉堡。我开始大汉堡。自从上次我跟他单独去吃那个时候，看那量真是有够多。这次量可能比较多一点，又更多、哦。那我要点最小，最小。没有，是你点最小，跟你生菜可以加到饱。生菜，他那生菜你自己夹的，对啊。我觉得我在这里吃不到那种什么炒高丽菜，我觉得我要开始吃沙，那我开始觉得我身体。炒高丽菜，美国哪有什么熟的菜？开玩笑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沙、啊。对，美国人比较不喜欢把菜煮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来这里，我每天拉肚子，不是每天。拉肚子。我都没拉肚子。你最近什么都没有吃吗？我有拉，但我拉很正常的。我大概很正常的。你是多久拉一次？每天拉一次。所以我每天拉的很正常。我拉的是一条一条的。那一次其实那一次痛。那前几天我拉你快伤，好像是三天就拉成。要标准，你每天拉一个便秘，这叫便秘。后面我拉两次，我都是这样看的。对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希望现在只剩多少了？这有海曲，开的，喏，哦，他就说同意了，哦，所以你好。酷哦，那这种千张卡。美国没有美国，美国的就是刷卡。啊，不是喝这种蔓越莓汁啊，这个蔓越莓汁。我要放进来还是用手拿就好了。像这个蔓越莓汁就是也是可以促销很那个。啊，对啦。有点酸的啦，酸的啦。就特别是那个品牌的蔓越莓汁，真的会消化很快。你可以先停那里，我们都已经有东西了。你看，长毛他的速度赢你了，而且他有插进去哦。啊！你看他多帅，这样。现在是怎样？应该可以。因为小猫说在附近了，对吧？那就好。那就好。我就一直跳在这附近徘徊啊。Slide 的是刷啊 ，slide 滑，就是跟 slide 一样。slide 叫我用 slide， 嗯，就是像滑你的卡片。你说溜滑梯叫什么？也是 slide， 对啊，很多溜滑梯就滑 ，slide。slide， 怎么拼 ？slide。那你觉得 99 Ranch 如何？很有台湾味。很有台湾味。对。台湾味。刚刚的那个叫什么？刚刚那个叫 H Mart。对 ，H Mart。刚刚怎么名字那么脏？H Mart。H Mart。刚好脏啊！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你在想什么 ？H Mart。就是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好。H 市场。